上个月的新闻，就不再拍的这清晰度，也许他妈都找出来吧。怎么网友能够一眼看出来呢？赵曼纵口一提，咬定是潜规则。你这网暴节奏带的也太新手了吧？对，我就是点名了，赵曼儿。问是娱乐圈吧，天琪，你看过这个没有？你说怎么回事？一看就有，跟他没有关系，肯定跟他没关系。太吓人了，突然间这样。一定要尽快查出来那个人是谁。舆论已经开始怀疑我跟凯西的关系了，不能再拖了。你要不要吃鱼？咱们玩点什么吧。玩啥？咱打麻将。嗯，这么多人怎么打？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上那个高中的时候。玩啥我都行，看你们，你们定，你们定。然后很少玩游戏，我知道了，可以。你说苏大山导演要是收到了你对他的评论，会不会大为感动，立刻敲定你当女主了，稍大明星？难道不是他？或者他还有帮手？玩什么呀？都行，我都可以。能碰点我好的。马星野。这个到底谁是啊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是你吗？对啊，是你啊。妈，你想玩什么？妈。妈。啊？臭美惠，你想玩啥呢？成语接龙都会吧，说不上来的就真心话大冒险。我先来吧。物是人非。Facebook。不行啊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形容好手，想想想，非，非你莫属，数数数，数一数二，二虎不容一山，二二鸟。二龙戏珠，这个好。珠，珠圆玉润，润，润润润润。兄弟们，帮帮忙！哎，不许提醒啊！再给你五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喝喝马尿，喝喝。老王，老王，给那酒喝喝。这些全喝完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全喝完，全喝完，喝完，喝完，喝完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喝完喝完喝完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吧。在座各位，你最讨厌谁？真敢问，哇，真狠啊！娱乐圈的人就是狠啊，上来的问题都这么臭吗？快说啊，真心话，不许撒谎。那我说了，可别记仇啊。说吧，你最讨厌的人是？金宇浩，不是吧，马星野哥们，我怎么惹着你了？这么讨厌我啊？谁让你长那么帅，抢了小叶风头？没有金宇浩，你也没啥风头。过分了啊，吴姐，这回从我先来啊。嗯，玉树临风，风声鹤唳，令母为信，信以为真，真，真有美最美。行行行，真假难辨吧。好了。这一轮我们自由指定人接吧，变幻无穷，马星野。不是，这怎么又我这穷穷姐姐。穷。好了，到时间了，你又输了。不是，这时间太快了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那还是真心话吧。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我抽烟去了。哎呀，你这算什么问题？跟上个问题比，一点都不犀利，对吧？这么，我送你们一个，于明，你问。我问一个，我想一个，我想一个劲爆的。马星野，我真心话不说实话是会遭报应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刚刚你只拿着手机出去，是去抽烟了吗？我没抽烟，我去回了个邮件。回给谁？回给我前妻。啊？你结婚了？你离婚了？马星野呀，马星野，不是他，背着我。行啊，
偷偷在婚姻里已经走了一遭了。是啊，你都不告诉我们，不和我们一起做单身狗了吗？小时候不说喜欢我吗？我们这群单身狗。啊，你不会有男朋友了，还是说你也隐婚了？你不是我吗？嗯？嗯？你说我这你啥啥？你喝多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脖子疼，活动一下。马西，你说你隐藏的这么深，没想到我们赵大明星一个小小的问题就给你问了出来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别聊我了，别聊我了，喝酒，喝酒。喝酒，喝酒！来来来，来喝酒！你说你隐藏的这么深，没想到我们赵大明星一个小小的问题就给你问了出来。你说宋大川导演要是收到了你对他的评论，赵大明星，你说赵大明星是他？你没事吧？我怎么感觉你吓得脑子有点不正常？这些都是成功路上的小波折。现在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拥有一个准经纪人了。哦，四舍五入，我也算半个演员喽。又发病了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数学卷子借我看看。自己呢？几个几个几个。查清楚再变回去也好啊，现在这样我还怎么查他？我干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干，是他脑子有病。变回去可太好了，谁要和他有关系？死于命。高二实验班牢记中心惊爆新恋情，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哎呀，我看到抱在一起了，有照片。真的吗？楼上说他俩小学时候就在一起了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怪不得
我看他俩最近这两天不对劲。原来如此啊！什么东西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！你是金宇浩呀，我不是金宇浩。难不成你也喜欢赵曼儿？海风吹过我睫毛，海浪打湿我裤脚，总会有个傍晚值得。我跟你之间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，那你说呀。松开。相见时微微一笑，再向海鸟招手示好，买棚接更花苞。赵曼儿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渔民的东西怎么都不见了？我和渔民的关系怎么又变回去了？你等我调查清楚再变回去也行啊。现在这样，我还怎么查他？至少还有个人能制冷制热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今天晚上不是天有点冷吗？然后我来，不是那个，真由美让我来给你调一下空调。你已经有了。等了个月。我来吧。都十几年了，怎么还是点子来吃？你手机不要。好了。你到时候用的时候就用手机靠近那个小贴纸，然后就可以打开设定好的模式。我这个是睡眠模式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总是失眠吗？这个睡眠模式它空调声音比较小，你应该可以睡个好觉。我去给马星爷也调一下，他也不会用，早点睡啊。哎，班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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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想到吧？啊，咱们一个班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没想到？哇，隐藏的太好，这不在学校，老师不管，这真不一样啊！这我觉得不可能吧？哎，老夫亲眼所见，我也看着了，那俩人，哎呀！就还好吧，金宇浩是不是为了他来的中国呀？必须的呀，感动吗？哇，那也太浪漫了吧！金宇浩真的，我终于见到你本尊了。我？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大家都怪怪的？你的秘密全校都知道了。我的秘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是未来的你，2020年的赵曼儿。你也知道了，还装是不是？哎，你们的恋情那都被拍下来了。恋情？恋情？什么恋情啊？就是你们，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，哎呦，我和于明应该什么都还没发生啊。说吧，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啊。别狡辩了。你们用脚趾头想想，我讨厌他还来不及呢。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劳基哥还给他当模特了呢。我那是给金宇浩当模特，他没给钱，还舔着脸来偷拍。
我们说的就是金宇浩。嗯，金宇浩。嗯，那你说的是？嗯，没有啊，谁也没有。哦，你不会说的是于明吧？啊，于明，赵曼儿，没想到你这么……哎，赵曼儿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那个你是不是喜欢金宇浩？我金宇浩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贴吧呀，贴吧？对呀，奇怪，消失了，会不会是老师看见了，然后给删了？到底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就苍天哪，应该不会吧？灭绝怎么可能知道贴吧这种东西啊？再看看，实验班于明太帅了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。哎，你看这帖子，零回复，沉底了。哦，他看看，八成是于明那个自恋狂自己发的。嗯，那照片现在在谁手里啊？好像是冷阳，他拍到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那拿回照片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我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聪明伶俐，美丽可爱。活泼善良啊，嗯，那当然了，交给我了。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但不见不是好事吗？难道你还希望大家继续传？哎，曼儿，你是不是真的对金宇浩有什么想法呀？不是啊，那个帖子不见了，我上哪澄清去啊？澄清？对啊，我总得跟大家说清楚我跟金宇浩的关系吧。但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可能会没人相信，然后可能还会让这件事情引起更多的关注。可这就是真相啊，我不应该赶紧把真相说清楚吗？不行，我得新开一个帖。张曼儿，这样，我教你个办法，你呀就写金宇浩跟傅小颖在一起了，我帮你扛。小颖，你真好。没事，写吧。不行，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我怎么能让你遭受流言蜚语的伤害？关于照片事件的澄清，赵曼儿。大哥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天意使，天意使，把帖子删了。不至于，开个玩笑而已嘛。再说了，那照片确实有点东西。赶紧的，你这么在意干嘛？莫非？啊，我是怕灭绝实在发疯。是这样吗？那之前谁一直否认来着？我否认什么了？不是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完全听不懂。儿子，放心，爸爸永远站在你这一边。滚！需不需要我们重新开个锣？也行。那。标题叫什么？题目就叫做顺其自然。还有个叫法叫做他们两个才是实验班的官配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嗯，因为我
哎，你被大家调侃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可是要当女演员的人，得提前适应绯闻。真的吗？嗯。那。买给你的，你吃吧。你还是多吃点甜的吧，不要动不动就晕倒。那以后你的零食都分我一半。早知道就说实话了，这换了谁能不在意？以后我要是回韩国了，你会想我吗？那当然啊，我们是哥们儿嘛。你要回韩国了？没有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但是我答应了我爸妈，期末考试要考进年级前100。你现在多少名？150。50，倒数。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那，你教教我。我可教不出你这么傻的徒儿。5包香菇肥牛。告辞。每天，5包。成交。接球，里面。你怎么回事啊，于梅今天？啊？你咋了？干啥呢？哎呀，我帮你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把照片弄哪儿去了？你别再乱传我照片了，还给我！照片是我拍的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你拍的，又是你拍的。行，可你拍的是我哎，而且你还不经过允许就放贴吧上。怎么了？不然你要拿我家留作纪念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再乱传了。你们敢那么做，怎么就敢让别人乱传呢？那你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不是你自己要解释吗？我就给你个机会啊。笑话，我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还真是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啊。对啊，有问题吗？你看看我们现在都被说成什么样了。都成你们了。我懒得和你说。又怎么了？贴吧又搞了个帖子，说你和于明才是一对儿，然后大家就说，快说呀，灭绝要来了，快说快说快说，就说你不检点，到处勾搭，什么？
张曼儿，马上要考试了，你按照班上的情况拟一个学习小组名单，明天交给我。嗯。行。老地方，我们好好算算账。哎呀，胆子挺大呀你。你懂什么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没人跟着你吧？谍战戏看多了吧你？耍人很好玩吗？还行，耍聪明的人就有一些乐趣，耍你一般。于明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没说你得罪我呀。第一篇帖子，就算你不是故意的，那第二篇帖子呢？你干嘛这么恶意针对我？谁恶意针对你了？我在你眼里就这样？就是这样，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你就是想自己抢风头罢了，但是能不能不要连累我？我连累你？你和季云浩传绯闻时候都没见过，你说连累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讨厌和我传绯闻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了？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是讨厌你这个自私又自大的人。澄清，赵曼儿和于明只是最最普通的同学关系。这寂寞气息侵袭我的心，想随你去往你的梦境。很危险的，他们俩关系很差，别说是官配了，死对都还差不多。海拔差距有点大。我说了我背的，我要拿钱包。哦，那给我背。哎，请停止传播谣言，赵曼儿跟于明毫无关系。瞎了，也不会看于明一眼。你说我跟你啥啥，你喝多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脖子疼，喉咙疼。你看他们都这么说。赵曼儿为抢角色陷害 Kathy， 赵曼儿滚出娱乐圈。恶魔小糊涂，没想到赵曼儿是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你找人拍的呢？还说你陷害 Kathy， 明明就是他们陷害你，有病吧？你赶紧让朱莉找公司发个声明或者律师函什么的澄清一下吧。澄清有用吗？反而会替这种说法拉高热度而已。我不会回应的。可是如果你不说出真相，网友就会被 Kathy 他们买的水军的说法蒙骗啊。你不在这个圈子，你不懂。真相不重要，谁掌握话语权，谁才掌握真相？
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这怎么会把您拉下水呢，宋导？我觉得呀，这反而是个宣传的好机会。您现在官宣我，然后发个通稿，说这部戏从筹备之初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别人，艺人的品行才是您最看重的就行了。对呀，咱们压根都不用提到凯西这个人。你想，这一官宣肯定上热搜，咱们这个戏呀，热度一下就上去了。您放心，宋导，人物我都摸透了，连前面几场重场戏的词儿我都下了，女主用我演，您肯定不会后悔的。嗯，肯定要去陪您喝酒啊，等风头一过我就去跟您讨教。嗯，一定给您把酒补上。啊，那您和鼎轩老师他们先喝。嗯，拜拜。坚守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变成了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喜欢上热搜吗？我知道你做过的所有事，赵曼儿。在我的眼前，空间分。